看星星想演员，看星星想演员啊！各位都是三公分，我最喜欢三公分了，我好想你。嗯，这时候你的肛门会不会说一下？没有对任何的女人不忌。好了，就有嘛，就不要再说了嘛，有就是有，这个他们明显跟男生讲也好，跟女生讲也好，都不是很舒服啦。看星星想演员，看星星想演员，想演员看星星，看星星想演员。嗯，你叠叠字，我也叠叠，大家都叠叠。好了就有嘛，就不要再说了嘛，有就是有，这个他们明显，无论你是男生女生，如果跟你讲叠字，就算你是男生，啊，各位都是三公分，我最喜欢三公分了，我好想你，嗯，这时候你的肛门会不会说一下？馆长哥看着你，三公分。我喜欢，我想念你，然后再讲个叠字。这一段话就是，无论是这段话已经没有办法解释，就是说，无论你跟男生讲也好，跟男生讲也好，跟女生讲也好，都不是很舒服啊。我也不可能传给黄国昌说这种话啊。我想念你，昌昌。那天看你在咆哮，你跟我一样。都那么会咆哮，我喜欢你。我男生女生都一样啊，这一段话无论怎么样的组成都很奇怪，就算柯文哲也很奇怪啊。我想你，哲哲，想哲哲，我想你，想哲哲。你每次吃完饭都不告而别，我真的好喜欢你这种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把它无论怎么组成，对任何人用这样的框架都很怪，都很怪。拖一次，那专访一次我就告一次。现在的刑法是一罪一罚，我们就会告每一个人都很多次。